然后有一次我就离开地铁，然后前面就是有个男生，他就转身，他就对我就吼了一下，他就说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他就在我面前喊了一些就是比较歧视的话。But even to today, like we still couldn't find toilet paper. Toilet paper? And then we can't find flour. Flour? So, yeah,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buying it. I'm surrounded by all Americans. My company, I'm the only Asian guy. You know, our political environment kind of encourage people to discriminate a little bit about because they use the word Chinese virus.Hello， 大家好，我是 Hishiko。Hello， 大家好，我是海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谈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关于 COVID-19 的事情。然后如标题所见呢，对，今天我们主要是会 focus 在美国，因为今天已经是4月23号了嘛。然后美国至今的新冠肺炎的累积确诊病例呢，已经超过80万了，这是一个很严重、很可怕的一个数据。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疫情，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哈，关于我们亚洲人在美国有遭遇到一些歧视或者是排挤的事件。这个事情其实我看了那个新闻有点伤心。这个疫情可以说是我们全世界的历史上的其中一个大灾难，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么一个大灾难呢，我们全世界人类应该要团结一致，一起去对抗这个疫情这个病毒才对。除此之外呢，我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就是在美国也发生了一些示威的活动，就是他们示威要政府解除这个封城。在这么可怕的这个时候，哎，我们马来西亚现在已经是封城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嘛，然后现在我们4月28号就会解除禁令，尽管会延续，我们还是会继续遵守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关系到人命，虽然在经济上的确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可是命比钱还要重要，对吗？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的新闻，我很想知道到底在美国的人民的真实状况是怎么样的。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岳阳访问，就是访问我在美国的亲朋好友。 OK， 现在打过去的呢是我在读学院的时候的一位好朋友，对，然后呢他现在在美国纽约很不得了哦，因为他在美国纽约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W4We Branding。 他是一位电视人，也是一位歌手，还有就是有接受很多电视的邀约，还上播报纸哦。对，就我真的觉得很棒。他跟我一样34岁，然后在美国待了14年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看一下他在纽约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Hello， 伟杰。Oh my god！ Hello， 很久没有见到你耶。耶！哎，你 Hello， 你好，你好，伟杰。所以伟杰，你现在在那边，你就是也是 lockdown 期间就不能出去工作了，对吗 ？Work from home。对，就是 work from home。W F H， 很新的那个字，没错，全是 W T F 的感觉。所以就想知道一下，因为我看到新闻，我有点担心，就是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确诊病例很高，已经超过80万了。其实你们现在如果是要出门的时候，你自己会做一些防护措施吗？我想出门，因为我怕。因为你怕死。如果你真的有出门的话，你会戴口罩吗？会，口罩，然后手套都会戴，然后看到人了就快快闪。还有一个我很 serious 的问题，就是我很想知道亚洲人在美国现在好像发生了蛮多被歧视的事件，请问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OK， 在谈这个事情之前呢，我们要想想看，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它有好跟不好的人，对吧？嗯，我没有说这个东西不严重，可是呢有时候可能版位的问题，还是说它的重复性报道的问题，大家觉得哇这个东西太可怕了。我其实来美国这么久很少遇到歧视的事情。哦 OK， 非常幸运，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很好。我个人的这个案子来讲呢，因为可能是疫情的关系，大概是在2、3月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就离开地铁，然后前面就是有个男生，他就转身，他就对我就吼了一下，他说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过后我就没有理他，我就知道这个男生他可能有点问题，我就加快了脚步就走，然后他就在我后面就喊了一些就是比较歧视的话。 OK， 有些种族歧视的话，什么华人啊，什么越南人啊，什么什么。所以回来想的时候，我到底会不会怕？那个时候肯定是怕的，可是呢，再想想看，这个人他担心是因为他可能他恐惧，对，他害怕。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他是不理智的 ，right？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想清楚，可能因为疫情问题，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失去工作，嗯，也因为这样子失去了可能是家人，
嗯，有时候我们要想想，就是用同理心的一个心情去看待，你跟他吵也可能没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他已经是他可能不理智，他太害怕了，不理智了，对对对。对了，伟杰，那个我有看到新闻了，就是在这个时期，这么紧张的时期，我竟然看到有一些美国的市民示威说希望政府可以解除这个 lockdown 封城令，我觉得有点、okay. 我不敢相信，哎，真的是这样的事情吗？OK， 首先我们要 trace 回去，就是美国的历史去讲这个东西。它是个民主的国家，至少现在 in general 来讲，它还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对吧？它的人民的自由、人民的人权是很重要的，对这个国家来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可能他觉得 OK， 现在你要禁止我工作，禁止我做这个东西，禁止我的自由，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 that's why 他们才会去示威还是什么的。可是很多时候示威，大家觉得当然是媒体会捕捉一些比较夸张的、一些比较 aggressive 的一些画面，对吧？对。所以很容易觉得会把这个示威跟这个 violence 或是跟这个暴动联想在一起。嗯。可是示威在美国来讲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哦，很普遍的。他觉得哦，这个东西不好，他觉得你伤害动物，他示威，他不会在你家门口示威，可是他会选对的风水位去示威。他可能他对政府不满，他去政府部门。嗯。他对这个酒店。他去这酒店哦，你这样子做东西不对，他可能去酒店门口示威。OK，、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就换个角度去想，他们只是为自己说一些话，就是 speak for yourself 这样子，可是并没有制造什么暴动，只是一个和平的示威。哦，因为我们可能马来西亚这边一看到示威就好像。好像很可怕的事情了，我觉得今天跟伟杰谈论的这些东西，真的让我有另一个对美国一个看法，新的认识。真的，哎呦，谢谢你伟杰。然后我跟你讲，不谢。我在挂电话之前，我一定要要求你小唱一段。那么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听一下伟杰唱一小段的歌曲呢？OK， 好，那这个是我刚刚准备的。现在疫情呢，就是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对吧？不光只是被 infect 的人，很多很多事情都被牵扯到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要唱这首歌叫 Smile， 我很喜欢。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把这正能量传递给各位。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 get by.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谢谢伟杰，拜拜，拜拜，拜拜，伟杰，拜拜，拜拜。接下来我要打给的这一位呢，各位观众，你们不要错过，因为他是一位算帅哥吧，也可以讲是大帅哥，看你自己的审美。总之我们家里呢，他就是一个颜值担当的一号人物。他是我表弟啊，他今年32岁，他叫 Sean。 所以他现在呢是在美国 LA 工作，已经工作了8年。不过他从小就是在澳洲出生以及长大，所以呢他跟我讲他的华语很烂很烂，就跟我说可能他没有办法用华语交谈太多，所以等一下他会用英文沟通。完蛋了，我怕我，因为我的英文我觉得我太久没有用了，尤其我又嫁给中国了之后，我更没有用英文，你知道吗？不用怕，有我陪着你。我更不懂。好，我要打电话给他了。啊，老帅！啊，哎呦，讲华语啊！What's up, man? Hey, how are you and Jillian? OK 啊，很好啊。我们现在家里咯。我们 from home。You can speak English, Sean. OK, I'll speak English. OK, then 海源 will pretend he is understand. Okay. Okay. So I think you are not going to cook by yourself.We are cooking by ourselves. Yeah, we try to cook maybe like five, six days a week. Yeah, so we usually cook dinner, and then lunchtime we will usually go out and pick something up. But do you call like a food delivery? Yeah, so we've got many options in the US. We can call food delivery, or we can, a lot of the restaurants are giving discounts to pick up right now. Pick up, yes. Yeah. You know why I asked this? Because what I heard is if you order food delivery in US, the delivery fees is very expensive. No, I think it depends on where you order from. A lot of the platforms now that you can order delivery, it'll probably cost me maybe US
anywhere from $3 US to maybe $10 US. And then like in the US, you have to tip. So usually I tip about 10% of the bill. A normal dinner for Jillian and myself, my wife and I, is probably maybe about $30-$40 US. And then I usually pay $2 to $3 delivery plus another $4 or $5 in tip.我觉得 OK. It's not more than the meal itself. Is it easy to find masks? Masks is easier now, but even to today, like Jillian, my wife and I, we went to the store and we still couldn't find toilet paper. Toilet paper? yeah. And then we can't find flour. Flour? So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buying a lot of flour because they want to, I mean, I think you can cook bread and make...cakes, yeah. Wait. Let me clarify. Is it flour, not flour? 花还是粉 F-L-O-U-R. Okay. 粉淀粉 Yeah, it's not flour. It's flour. 我就奇怪，我在想，你这个时候这么严重的时候，你买花来做什么？我的英文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担心的问题 What we saw from the news We saw some of the discrimination and racism happens in US So do you encounter any problems of this? The US is really big, right? Yes. So US is 300 million people When you look at all of the US California, New York they're very liberal states which means people are more accepting They're like, they accept people of different races, of different genders, whereas when you get into like more middle America, that's where like you see in the news, right? Like all the anti-lockdown protesters, that and more racism there. But where I live, everything's been fine. People have been very friendly. People haven't said the China virus. They just say coronavirus. So you and Jillian are fine. We're okay. Yeah. 太好了，照顾好你的家人。对 ，take care yourself. Okay. Yeah.Yes, okay. of course. We miss you. Me too. Okay. Okay. Bye bye. Take care. Thank you, Sean. Okay. So 现在呢，要打给我最后一位，这一位是我的表哥。虽然说是表哥，可是我们年龄差距有点大啊。他今年53岁了，然后他是在美国的 Mississippi， 然后他在美国已经住了30年。然后呢，他53岁了嘛，所以他现在已经是退休的状态了。好吧，看一下他现在的近况是怎么样的。Hello， 阿文哥哥。文哥你好。等一下啊。可以。你好，等一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完美耶。很美，他的家。哎呦，这就是我们很像很喜欢那种复古的那种风格。哇，那墙壁太美了 ！Oh my god！ 我们趁人家不在意这个环境的时候，一直在看他的家。我们工作室应该非常好。OK， 首先问一下，你现在这个，因为你已经退休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一整天在家，也不能够工作，所以也不能出去，你是怎样度过你一整天的？因为我一向来都很喜欢在家，家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呢，这个 pandemic 对我来讲影响不大。哦，影响不大。还有我的后话也很大。对，我看到你的照片。地方走动。对，很好哎，真的。吃东西呢？对，因为我们很，啊、你们要出去买 groceries 的时候啊。我们差不多每一天都有出去，只是做 lunch 罢了。哦，做午餐。我们做 lunch 就是打包。打包。打包就在车里面吃喝。然后一个礼拜呢，我们差不多做一两次的 grocery shopping， 我们做很大了。哦，买很多。So, 阿布哥哥，就是我们也会在那个 news 看到，一些让我们很 worry 的一个新闻，就是很多 Asian 在USA， 就是在这个时候哈，有遇到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就想说，你自己本身还是你的朋友 Asian friends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呢 ？So I've been here for about 30 years, right? So I personally never have experience any discrimination at all. And just remember, I'm in Mississippi, right? Mississippi, I only have less than 1% of the population is Asian. So in other words, I'm surrounded by all Americans. And I work in my company, I'm the only Asian guy in Mississippi. I never get discriminated against a foreign. But I know that, you know, our political environment kind of encourage people to discriminate a little bit about.Because they use the word Chinese virus. So just point blank,
point that, hey, if you are Asian, you are the one to cause this problem. To me, I think that that is stupidity. Yes. That is, people are not well informed and people are not well educated. But even in Mississippi, I don't feel anything. I seriously don't. 这样子，阿蒙哥哥，很像啊，你觉得现在 US 有什么地方是政府做的让你觉得很满意的部分吗？满意和不满意的部分。满意是让大家能够 stay at home， 就是不要出门啊。嗯，这样子你就 reduce 那个 the number of people going to the clinic and the hospital all in one time。Yes。嗯。所以当我们 stay at home 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给那个 health system 这样多的压力。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国家做这一步的时候是非常好啦。对对对。它最不好的地方，因为它没有足够的 testing。Testing 是很差的，美国是检查的。对对对。没有足够的 testing。你不知道谁已经换毒了，对不对？对，你的 numbers 不准确。对，它最大的那个 challenge 是因为美国的 population 是356 million， 嗯 ，population in United States， 所以它的人数很大。对对，所以要做 testing 的时候呢，非常困难。对，我们希望这一方面真的是能够得到改进，所、so, 以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 stay healthy。谢谢阿波哥哥。好啦，打给了在美国的亲朋戚友之后呢，就觉得哎，真的心里舒服一些，就放心了一些。我感受到了，感受到心里舒服了，但是我没有听懂。你等一片发布的时候，你就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至少我们大致上呢，其实就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呢，的确是有发生的，只是它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严重，这么夸张。对，这么夸张。对，所以而且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很像第一伟杰说的，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问题，其实由古至今，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多多少少都会有存在的。然后并不是只是说对，你觉得我搭的，你这个手搭得很好啊，你给我搭变态了都。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每一个国家呀，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群。就像我说，在这个时期，不是说这个病毒会选种族去传染的，对 对, 对，每个人都不想有这个病。对啊，对啊。大家这个时期呢，不要说再把这个病毒，扣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的人的头上。对，然后我们大家现在唯一要做好的，就是唯一能互相帮忙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乖乖在家待着。对对，因为你照顾好自己呢，也就保护了别人。别人，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像刚才我就问了我们这三位我的朋友还有家人，他们的言论呢不代表所有人啊，不过是我觉得是一个最起码他们没有感受到。对，反而就是这种新闻呐，这种放大呀、夸张啊，导致让我们去紧张，让我们去害怕、担心他们会不会有事，去问候一下、打听一下。所以把今天我们收到的消息，通过这个我宝贝的节目传达给大家。接下来我的影片呢，我是有打算，我会再做像这样子的一个越洋的访问，我可能会访问在中国的家人。okay. 对，因为他们是最早经历这件事情，然后到现在他们真的是很成功。然后当然我还有一点很关心的，就是我们的邻国新加坡。对，因为我的家乡，尤其是我家乡是柔佛居銮嘛，就真的很靠近新加坡。然后我有很多亲戚和朋友都在新加坡工作和居住，真的他们的这状况的确有让我们很担心。 对，希望下次能够做这一集。那么如果是你想要接收到更多我的这个节目的话呢，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然后记得按下小铃铛，那么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接收到，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节目咯。好，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好的话，记得拜托拜托分享出去。好，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照顾自己，也照顾好别人。谢谢。 OK， 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多多分享与点赞，也别忘了要订阅以及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哦。这里也有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到无法自拔，或者是讨厌我到不行，那就赶快来 follow 我吧。